Hello，亲爱的观众们，大家好！前朝比较队长正式版呢也是发布了，我也是非常期待这款游戏啊，因为呢它在这个除了未有移植内容的基础上，还增添了一些这个与马里奥奥德赛相联动的一些关卡。哎，于是呢，今天我也是花了一些时间啊，把这个之前未优的三个章节也都打完了。这样的话，我们也就可以直接来玩这个马里奥奥德赛的关卡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就来一起看一下啊，当这个前进神道标队长遇上马里奥奥德赛，哎，这两个游戏相结合起来是怎样的一番光景？在神道标队长里啊，目前应该是只有四个超级马里奥奥德赛的联动关卡，分别对应着马里奥奥德赛里的沙漠国、瀑布国、都市国以及这个料理国。这里呢，我们就先以这个瀑布国作为开局。哎，因为我有看到啊，这个瀑布国呢是在这个矿车上来进行游玩的。哎，我觉得咱们就直接啊来玩一个，我个人认为啊是最精彩的一个关卡。这个游戏呢有一些地图啊，就是以这种矿车的形式来进行表现的啊，并不一定都是这个箱庭式的游玩。其实我们发射的呢就是矿车里装的白萝卜。哎，我已经看到前方的瀑布了。你们应该可以看到啊，刚才这一段有多美，这也是我为什么啊要把这个铺之国作为首先给大家展示的原因啊。我觉得这一段真的是把《前进神道表队长》这款游戏和《超级马里奥奥德赛》啊做了一个完美的结合和交融。我们现在进入沙之国，现在呢，我们又回到了这个传统的玩法啊，箱庭式的这么一个场景，你们也是可以看到啊，远处的这个倒金字塔，简直就是把那个奥德赛里的那个给直接搬了过来啊，但是确实是小了不少，底下的冰块啊也是还原的非常逼真。我们现在的目的呢，也是要拿三个钻石啊，可能有一些朋友呢没看过之前我这个试玩版的啊这么一个体验啊，这个游戏呢目的呢。最起码的目的啊，是要把这个三个钻石拿到，然后最后拿到一个月亮啊，这样的话我们也算是过关啊。当然这里会藏着一个金蘑菇，也算是一个额外的收集要素。哎，我们需要通过不断的切换、调整啊这些砖块啊，来这个调整砖块的高度啊，还有这个构型，来让我们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我们也是拿到了一个钻石，这里的话我们上来了啊。可以拿这个白蘑菇砸这些板栗仔。哎，看到下面好像还有一个钻石，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是要从这个地方，哦，里面可以进去的。那我们先下去啊，还要注意躲一下这个远处的炸弹。可以啊，吃到了，nice。哎，我们应该是要上去了。我真的有一种错觉啊，我确实是在玩一个微缩版的《马里奥奥德赛》啊，我已经忘记这是奇诺比奥队长了。
不过就是没法附身啊，毕竟我们没有帽子。也得给大家放大看一下，这边的话也是可以直接用这个体感啊来控制这个触控点，直接点击这个砖块啊，就可以吃里面的金币了。这个钻石呢，只能拿蘑菇砸了啊。哇，这边的话居然也变成了黑夜啊，下面的冰块也碎了。哦，然后我们也是要进去的。这里和当时的那个名场景啊，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可以看到这个小小的一个方块啊，但是它这个地图是非常的精细。哎，我们在上面搜完了，还要再下来。已经看到月亮了啊。等一下，我刚才好像把左边那个给放走了。这样的话，本来那个砖块是可以帮我们挡一次，然后我们往前走的啊。但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卡一个非常精细的时间差了。这句话需要仔细观察一下。好的 ，nice， 过关喽。进入纽敦市，哎，这里的话是拿这个管道啊来代替当时的电线杆。可以在演艺厅这里拿到第一个宝石，啊，还可以和他一起睡觉。我们这是装睡啊。这关的地图呢，更加的微缩一些，但是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小地图大味道啊，三只德莱文打得我抬不起头。在当时看这个宣传片的时候啊，也是一眼就看到这个都市国。我个人呢也是觉得啊，都市国这一关也是非常适合作为这个相亲室来进行展现的。哎呀，失足了，不过居然踩死了两个德莱文，可以的啊，这一波不亏。现在按照剧情来说啊，我们应该是要去地下，哎，调查这个发电机哎为什么坏掉的原因。这边的话也是有一个可以互动的井盖啊，那显而易见了。这个剧情还都是完完全全的，哎，和当时是一样的。这里也是有一个小技巧，哎，你可以拿这个触控点点击这个食人花的头部，然后呢，啊，然后它就缩回去了。这招还是非常管用的。这个食人花可真够长的。还会拐弯啊，那个宝石我们还吃不了。哎，他这里也是再跟我们讲了一下啊，可以来点他的头。哎，我们这里可以让他一直缩在这边，我们就可以从上面踩他了。我踩啊，两个都踩掉，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发电机打开。我记得当时那个发电机里啊，是一直在滚动这个无数个月亮啊，来提供这个电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原路返回。
三个钻石都齐了啊，我们直接跳下去，中间绝逼是一个锤子。这个是和奥德赛联动的最后一个关卡啊，料理国，就是有一个大鸟围着锅飞的那个啊。我们现在吃这个樱桃呢，就会多一个分身，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上来就直接有四兄弟了啊。踩到这个红色的加速板，我们的速度就会比普通的行进速度啊要快一些些。然后他从天上扔下了像榴莲一样的食材，鬼知道它是什么，应该是榴莲吧。然后我们兵分两路躲一躲啊，但是这个加速经常会导致我操作失误啊，很有可能就掉下去了。绕一绕，我们尽量不要损失兄弟啊，前面应该会有用处啊，这里需要三个人踩板。哇，等一下等一下，最后这个为什么老哥你走得这么慢啊？好吧，我们继续往前走，还剩下三个，但愿前面有不要有什么四个人踩的板子啊。哎，又拿到一块钻石啊，等一下又掉下去一个，又被砸掉一个，这样只剩最后一个了，我们钻到管子里去。我们应该是要直接飞到锅上，看到月亮了啊，鸟也没跟来，那我们应该是要通关了。 OK 啊，那么前进奇诺比奥队长和超级马里奥赛的全部的四个联动关卡啊就已经都玩完了。玩下来就只有一个感受，太少了啊，我还没玩够，真的非常棒啊，这四个关卡结合的非常的完美。我只能说我非常期待啊以后会更新更多的关卡。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好的啊，那我们今天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给我点个赞，顺便关注我的频道蓝色橘子。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喽，拜拜。